爸爸，你会唱新年好的歌吗？不会啊。那我教你好了。好啊。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新年好，噔噔噔的新年好。这怎么听起来像圣诞节的歌啊？听说那个湖南卫视要送给你一个大礼物。什么？你想要什么礼物？不想要，我想要绿色的墙壁。嗯，还有嘞？哦，我知道我要哪一个。还有什么？你要加什么礼物？我要，快点！老鹰的衣服，我要那个。我想要狮子的那个假面衣服。衣服哦，听说湖南卫视要给你一个很大很大的 surprise， 你想去参加吗？我想去看。你想去看哦，而且还有其他的小朋友都在哎。你想去看他们吗？想。那你跟他说，我们在湖南卫视春晚见。我在湖南卫视春晚见。飞一个。哦，这样子哦，你说爱你哦。爱你哟。